beautiful China. 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.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5:42嘅活在五点。我哋今日嘅直播室非常之热闹，请到三位女士上嚟啦，同我哋一齐倾下艺术、倾下舞蹈嘅话题。首先欢迎今日嘅嘉宾出场先。今日好高兴，我哋请到清华艺术协进会嘅艺术顾问刘老师刘志平老师。另外我哋仲请到清华艺术协进会嘅公关主任，同埋乐舞清华表演晚会共同主席黄海莹小姐。仲有就系古爱莹，佢系清华艺术协进会嘅节目主任同埋主要嘅舞蹈员。首先欢迎晒三位抽空上嚟接受我嘅访问，欢迎晒你哋。多谢。唔好客气，多谢你哋啦，上嚟接受我嘅访问就真啦，好高兴今日有个机会同你哋倾下偈。咁难得请到你哋上嚟，不如都先同我哋嘅家庭观众介绍一下，到底清华艺术协进会系一个乜嘢机构啊？请刘老师讲下先啦，不如。这个机构咧系啱成立嘅，注册咗成非牟利艺术团体。咁呢一班咧系热心嘅年青人，佢希望推广中国嘅文化艺术。咁咧就亦都关心嘅公益事务。咁佢哋希望咧就能夠在主流社會裏面能夠弘揚中國的文化藝術，而負擔起推動呢個中國國粹的使命，非常之有意義喎。咁我仲知道啦，你哋嘅協進會最近更加成立了一個舞蹈組添喎，係咪咧？係，因為我哋參加，佢哋參加好多嘅藝術活動，咁啊覺得有呢個需要。咁最近咧即係年齡到啦，咁咧就主要就係黃海瑩同埋古海瑩咧。就負責就組織起嚟，咁啊請咗一個專業嘅老師，就楊青老師，咁咧就主持，咁啊希望唔單止推廣中國舞蹈藝術啦，咁同時咧亦都咧提高呢個演出水平。非常之好。咁難得請到你哋上嚟，都請兩位年輕嘅女士同我哋講下啦。咁其實呢個舞蹈組，你哋主要教授嘅舞蹈有啲乜嘢啦？同埋你哋希望徵收嘅學員會係啲乜嘢年齡度咧？咁我哋又諗住學生會由好似我哋咁樣由4歲開始可以學到大啦。我哋4歲都係跟劉老師學嘅，咁我哋都學咗成20多年啦。咁我哋希望我哋教嘅舞蹈會係等佢哋吸收多啲中國文化嘅藝術啦，咁同埋認識多啲總之係 Chinese culture。中國嘅文化係非常之好。咁其實咧，好想問一下啦，因為你哋自己都學咗跳舞咁耐啦，4歲開始學啊嘛，頭先講到，好想問一下你哋親身嘅感受，咁細個學跳舞會唔會好大壓力嘅咧？以前細個都有少少壓力，但係跳咗咁多年，我好感激劉老師教咗我哋咁多年，因為可以識得多啲中國嘅文化啦，同埋喺台上面可以冇咁緊張。有個 stage presence 喺度，咁都for 個 life 有啲幫助。即係我就覺得咧，除咗佢哋係接受多啲機會這個中國文化藝術之外咧，咁不單止佢哋會增強嘅自信心啦，同埋喺團隊精神啦，咁有一班朋友，咁啊覺得好開心。咁即係佢哋曾經去過好多地方表演，咁又接觸好多朋友，大家互相交流。咁其實佢嚟講咧，係可以擴闊個眼界嘅。即係其實可以透過跳舞嚟擴闊自己嘅生活圈子，可以。係啊。咁其實好想問一下啦，舞蹈組係唔係會定期會有啲表演嘅咧？我哋經常即係year round， 我哋會有演出表演啊。我哋過年自己會舉辦一個。賀年的 show 啦，佢哋啱今年喺四家堡嘅市政廳就舉辦咗一個新年嘅演出，咁都政府好多官員都嚟捧場，非常之好。咁我哋亦都 Canada Day 會每年都搞一個 show，
之外，我哋都會周圍去做下 charity show 啊，譬如啱啱過咗嘅Asian Heritage Month， 五月份嘅 Asian Heritage Month， 咁我哋有參加表演啦，亦都今年暑假有個 Toronto Fringe Festival， 咁我哋係同志平舞蹈團一齊舉辦嘅，即係我哋會佢哋兩個禮拜嘅 festival 會表演因為呢個 Fringe Festival 咧就主要係主流社會嘅演出團體嘅。咁今次咧，因為慶祝你25周年，特登請我哋咧就參加表演中國舞蹈。咁呢個係非常難得嘅機會，即係可以多啲機會將中國嘅藝術傳俾啲主流社會。亦都好貼近你哋協會嘅宗旨啦，就係希望透過藝術啦，傳揚中國嘅文化，亦都將中國嘅文化融入呢個主流社會。咁其實我都好好奇，想問一下兩位啦，你哋係點樣平衡又讀書又要跳舞，其實辛唔辛苦嘅咧？都幾嘅。而家我哋逼到啲細路，即係啱啱臨演出前會逼住差唔多個禮拜幾日都要嚟練舞，有時佢哋第二日要翻。回家做功課，但是我們教的小孩就要懂得有犧牲。我的經驗就是他們呢，如果真的喜歡中國舞蹈藝術的，他們就犧牲看少一些電視，玩少一些機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實就是主要是不是你真的那麼喜歡那麼投入咯，難得他們所有的小朋友舞蹈員就算他自己本身都很投入，咁然後先可以做得成功嘅。明白曬。咁其實啦，我知道啦，你哋嚟緊咧，亦都會有一個晚會啦，叫做樂舞青華嘅表演晚會嚟嘅喎。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，到底呢一個係乜嘢晚會啊？咁今年我哋會喺萬錦劇院Markham Theatre 10月5號星期六會有一個演出，就係叫做樂舞青華。咁係我哋成年嘅hard work。我會擺上台上，好似成績表咁啦嗰日，畢業典禮。咁我哋有好多好多節目，咁 Karen 講少少。咁我哋會當晚會有有個民族服裝演出，就介紹例如而家畫面上有個泰族舞啦。咁我哋之外有因為中國有好多個少數民族。咁我哋會同台一齊表演一個節目。咁另外我哋今年亦都參加過幾個比賽嘅，咁我哋就得到好好嘅成績。咁我哋都會表演嘅係蒙古頂碗舞啦，亦都有古典舞嘅白梅同埋小勇士。另外咧，我哋啱啱recruit 咗嘅小朋友嚟參加我哋舞蹈班，咁我哋就已經可以推佢哋出嚟表演。呢個就係攞獎嘅達梅有冇啊？古典舞，佢哋今次攞到個金獎嘅，好厲害啊！咁我哋啲小朋友已經係最細都係只得4歲嘅啫，咁佢哋會跳隻滿族嘅娃娃格格。咁我哋另外會有新疆軟鼓燈舞，同埋有個千手觀音伎樂天。因為千手觀音嘅伎樂天咧，就希望各位觀眾就唔好漏咗佢啦，因為咧呢個係不容錯過嘅機會。佢哋嘅服裝啊、服飾啊同埋編排啊，都係楊老師特別精心編排嘅。其實如果喜歡看跳舞的朋友就千萬不要錯過，因為一晚裡面可以看到這麼多樣不同類型的精彩舞蹈，真的其實很難得，而且全部都是這麼多位用了很長時間來排練的。因為他們呢就是除了舞蹈之外，他們的會的宗旨就是所有有關中國文化藝術他們都想推廣，所以在今晚那一晚10月5號那晚來講呢，也有很多綜合藝術的，好似佢有一隊樂隊啦，奏嘅中樂，然後就配合翻梁祝化蝶嘅舞蹈。咁亦都有粵劇啦，有一對啱啱10歲大嘅小朋友咧，就做呢個任白嘅戲寶，呢個梁帝女花嘅香腰。
全部都是你賞心悅目的演出嚟嘅。係啦。所以如果各位家庭觀眾有興趣嘅話啦，記得10月5日星期六啦，亦都可以啦，一陣間留意住熒光幕左下角嘅咧，就會有聯絡嘅電話啦，同埋資料啦，大家可以打電話去查詢。咁其實咧，仲有少少時間剩啦，亦都好想趁呢個機會同劉老師傾下偈，因為我知道啦，劉老師其實自己係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舞蹈老師啦，教跳舞都教咗成30-40年啦，係咪啊？非常之有經驗，所以退休，所以退休，所以做藝術顧問而家。咁其實好想問一下劉老師啦，其實你覺得近幾年大家對跳舞或者中國舞蹈嘅睇法有冇改變到咧？有。以前我哋一直學中國舞咧，都係沿住係傳統嘅訓練方法。咁而家加咗西方嘅，好似芭蕾舞嘅訓練方法，咁無可厚非。只不過我就自己個人咧，可能即係比較保守啦。我覺得你自己本身嘅中國傳統嘅方式一定要保留，但係你創新可以創新，但唔能夠改化原來嘅面目。咁你係我宗旨，我就覺得，譬如好似每一個民族，佢有佢自己本身嘅風格嘅，我唔能夠將佢改嘅，因為佢已經。即係每個地方已經係咁啦，你改咗之後咪完全唔係屬於個風格民族噶啦。咁如果譬如好似古典舞，佢古典舞有佢個風格嘅，你唔能夠將佢轉咗做芭蕾舞嘅。咁如果唔係，點解叫中國舞啫？咁所以我就覺得始終希望從事中國舞蹈藝術嘅藝術家咧，都希望有呢一個目標，就係話我係創新，但係喺創新裏邊咧，我一定係 keep 住翻我本來嘅面目。聽到劉老師咁樣講啦，我都好深信清華藝術協進會所教嘅舞蹈啦，一定都係最跟足中國嘅舞蹈嚟教授啲學生嘅。係。今日咧多謝曬三位啦，抽空上嚟接受我嘅訪問，多謝曬你哋，亦都喺度預祝你哋10月5日嘅演出啦，會非常之成功啊！多謝曬你哋，唔好客氣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，陣間翻嚟會再點再見。